杨天，我自然不是英雄，你又怎么样？缩头乌龟，连厉带走青檀你不出手相救，说什么引蛇出洞，悬崖搞阴谋玩计策，阴谋来了，你是英雄，你倒去抓呀，还不是让人家给跑了？拿自家妹妹做诱饵，然后一无所获，亏你干得出来？金檀，你也没回家了，去跟笑叔报个平安。 啊，哥，啊，一个字，假。拳头痒了是吧？来吧。好啊，我正想揍你呢。 有点长进啊！这通背九响拳，或许明年可以打到五响。你就会玩阴的，但是我每一次都赢了。疼！林龙天，总有一日，我会让你闭嘴的。好啊，山高水远，日子还长，我等着你。 第五响，什么第五响？我现在给你第六响。喂，你还是不是我亲爹啊？不盼我有点长进啊。心浮气躁，急火攻心，拳无拳意，掌无掌法。照你这种程度的武功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你是我儿子。看好了。 通背拳讲究手掌捻衣发劲，招一重胜一重，九响完毕，堪比二品武学。 行了，老头儿，我还等着你慢慢教我呢。先保住老命，别逞强。别扶我，还说我逞强？你天天都外面打架，怎么样？刚才又被天儿给收拾了一顿，是不是？老头儿，我这丢人的事儿，你怎么知道那么快啊？是你不怕丢人？ 喊得震天响，我还不是为了报仇雪恨啊！我跟你说了多少回啊，没有仇，也没有恨。
当年足比交锋，就是为了要进入三大宗派，振兴林家。擂台比武总有输赢，只要目的达到了，谁去完成，结果都一样嘛。当年凌阳天的赢，靠的是暗算，那不是武功，而且他下的是足以置人死地的黑手。早晚有一日，我要让他疼。你怎么让他疼啊？ 啊！我疼！啊！啊！怎么？疼啊？有本事在外边打架，就别回家喊疼。啊！你还笑你？到底是不是我亲爹啊？哎。 就因为是你亲爹，才跟你这么说话呢。通背拳练不好，就别出门去自讨苦吃，记住没有？哎呀！哎！哎！哎，爹！嗯。别人家都是女儿洗衣做饭。 怎么咱们家偏偏是反的？别人家的姑娘，能有我们家清谈好看吗？嗯，你舍得让她干活？家规，给我再好好背一次。是是是，脏活累活都是我，妹妹什么都不做。你妹妹受到惊吓了。 这两天啊，给他做点好吃的，好好照顾他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偏心眼的老头子。不懂怜香惜玉的傻小子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这段日子好好在家待着，别出去惹事，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 又偷就喝。